Ashbra Street studio with home office. 右边就是一个房间，很大的空间。 衣柜，这还有一个大衣柜，这里还有一个房间。 洗手间是淋浴的，然后这是一个小的衣橱，这边是客厅和厨房，室内洗烘在这。 客厅的空间非常的大。 微波炉、烤箱、洗碗机、冰箱，整体厨房的样子。 然后这边是一个 sleeping area， 也非常的大。然后这里是玄关。